我真爱音乐，因为对迄个开始，啊，我厝诶无人真正是音乐家，总是我可能受到我过去也几个老师诶影响，我咧开始讲对音乐有趣味。啊，到尾啊，啊，我伫中学诶时阵，我开始学唱歌，啊。一摆甲规定，大家咧唱的是，讲我忽然间老师讲点的，讲叶师爷，你不要唱，讲可能我出了声，可能有害着别人。吼，我还是很足唔惯的，我讲 OK， 我后摆咧唱给你看。啊，对个开始，我开始有趣味唱歌啊，参加合唱团啊。总是迄个时阵开始接触到西方音乐，因为迄个时阵台湾是真少讲真出名的音乐家来，啊，头一摆来是 Marian Anderson， 我说会记啊吼，我大概足轰动。啊，到尾啊，我开始唱歌的是有去参加迄个台北是 YMCA 吼青年会的合唱团。啊，我头一摆去，迄个聚会是牧师，电影名牧师的聚会。啊，伊叫我去，伊就是叫我唱好听。伊讲，喂，你啥袂歹，你应该爱去学啦。我迄阵头一摆才知影着。啊，所以我就来开始要找。啊，迄个时阵我一个同学，高道镇足好，因为医学院的同学杨文光，伊是吼，伊是男中音。啊！伊去甲吕全生教授学，吕全生教授就是吕信爷的爸爸。啊，所以我讲我也去吕教授遐，讲看要甲伊学。啊，伊听听讲你也唱男高音，所以我开始对男高音有趣味。啊，迄个时阵都都开始台湾吼，唱片用台湾家己翻版。因为原本足贵啊，台湾要进口无法度，所以台湾开始出现了翻版的，一张差不多台币20块左右啦。啊，所以后来我做学生都真想要买，嘛，因为我细汉的时候老爸过就叫日本调去做兵无回来，所以我厝的唔是讲足有钱啊，我也无两三钱啊。啊，到尾啊，是我入去台大医院做 intern， 哦，头天入去做 intern， 你知迄个时阵 intern 一个月偌济呢？台币54块。啊，所以头一摆我领到我迄个好多月结啊，就我领到54块，我才总去中华路，啊去买一张唱片，就是迄个男高音。李斯蒂芬哦，唱拿破仑的歌，哦，我顶个月的音乐，咱的音乐课，我有放迄个，啊，迄个当然翻版啦，我顶来听听足爽快，啊，当然你若讲听了，就开始要过，一直要过听，所以迄个时阵开始那先落地了有够，我就去买一，去买一张，这是最多开始啦。啊，我当然我是足爱音乐啊，啊，所以我真好运去找到我太太，伊是伫艺专、艺专主修钢琴。啊，我是找机会讲我要唱歌，拜托你甲我伴奏。啊，结果伊无甲我拒绝，啊，所以啊咧慢慢啊开始。啊，我等下互相兴趣相款，啊，互相讲。啊！我咧开始伫中华路遐拢有古书摊啊，啊！伫古书摊发现着讲，即个美国还是英国出名的音乐杂志旧的，啊！遐美军顾问团会看看，拢断掉古书摊的人甲收去。啊！我就一礼拜上少一摆去古书摊去踅，啊！我们去找着几款音乐杂志，我开始读。啊，咧开始对这人有趣味了。啊，迄个时阵拄啊，我捌到一个迄个刘志雄，伊是主编
工学院看工学校，迄阵是在办音乐乐器，所以伊出一个月刊，啊，我就来开始对我所读的杂志吼，啊，内底较有趣味的文章，我甲翻译放下，啊，就开始愈从音乐愈从愈深去，啊，这我想起来就是讲，迄个时阵你。无讲我有钱，啊！你若有淡薄小可积些钱，我都若我看到啥，就一直等等等，甲讲有够，我都买下来。啊，所以足欢喜了，哎呀！所以这就是我爱开始的啊。啊，到尾啊，伫台湾开始有迄个原版唱片吼。啊，实在是有一个人是专门去填补。去美国国文团遐人遐，去甲因讲你去 PX 摕啥出来，啊，就摕出来。啊，所以会当买原版吼，比伫外口伫真正原版进口的较俗啦。啊，所以我利用迄个机会开始收集一寡原版。啊，原版的唱片真正比台湾版的佫足好，所以我伫台湾的时候开始有在收集。啊！要来美国的时阵，我内底敢那进几袋啊杂啦，因为无可能遐落足重啊，所以我即内底，我即内底是有规定，我是对台湾杂。老公都一直花钱在那个唱片上面，啊，你自己能忍受吗？那还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因为迄阵我家己我那真爱 music， 所以安尼是当道的趣味。好好好，安尼好。你有特别就是，他是用这个在追你嘛？哈，哎呀，啊，你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知不知道？哦，我讲伊真敢买，我真难得个妈是，我就讲你真敢买。啊，一寡零用钱拢买去啊！阮出去在食古晚面是食迄个上烧阳春面，你看呢？所以迄阵约女朋友是安尼，包括我是个 support。因为阮有共同趣味，我感觉是真好。阮迄阵两个决定出国，哦，啊，阮厝里无钱，阮妈妈当然伊无想爱互我出来，不伊就讲伊无钱，我无钱，阮家己来在想办法。啊，伊计算有一只 piano， 啊，迄只 piano 卖掉。啊！我的收集的唱片，原版唱片规定有找到伫屏东一个医生，讲要滴，所以我想办法规拢总送去遐。啊，我两个加减趁足一寡钱，啊，我共借2000块，对台湾来。美金2000块，毋是台币啦。呀、yeah, ，啊，对台湾坐一个囡仔来。呀，哎呀，啊，这就是迄个来。来美国以前，啊，来个美国了后，才甲几个朋友讲，啊，才讲嚯，美国公样产品，倒位拢有，啊，不管是拢有，有sale，拢做原版的，啊，所以我才开始那摸那看那看，啊，当然美国是，我来的是第一步，我是摕到迄个研究生的奖学金，我来耶鲁大学。做医学研究啊，当然是无贵个钱，嘛个我来当接，我来当传，我迄个兴趣无停啊，继续。那个做一个医生哈，有一个这样的兴趣哈，实在很好。阿丽也在跟我们讲一下說，说你来了美国的，像你讲诶，就这唱片啊，你收集都是收集哪几类？啊！后来你又慢慢收集到哪些的唱片？怎么会有这么多张？我当然，我两个一主要一是钢琴，我是声乐，所以头啊，我的收集都是对钢琴跟声乐来收集啊。不过不要看，我杂志上看到讲哦，这贝多芬高调交响乐。啊！即马什么人卡了样出来，讲外好都外好，啊！我都想办法去将那几套对德国出版的几套将来买回来，啊！将来试听啦。
还是讲 Mozart 足好听，还是 Brahms 足好听。所以开始是对阮足集中对 vocal 开始，甲 piano 就能开始看得别类样。无，迄阵阮主要是阮那爱古典音乐吼，所以阮收集的差不多拢古典音乐，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即摆阮要送去吼，阮就差不多第一支唱片也伫内底。啊，所以您即马一直收集到现在都是古典音乐，还是后来又有收集？后来又那慢慢宽放开了。美国的迄个 pop music， 我拢在听，我感觉嘛是真好，真好听。啊，你对遐你原来当得着讲，人别人是安怎在创吼 ？pop music 是安怎在被愈来愈侪人爱听。啊 ，besides， 我的囡仔。虽然我学迄查甫吼，大汉的是学大提琴，啊，查某细汉的是学钢琴，啊，所以我的收集吼，大提琴甲钢琴真侪，啊，因虽然是学安尼吼，总是因真爱拍 music， 啊，因会常常提顿来讲叫阮都爱听，呀、yeah, ，所以对囡仔影响，阮囡仔有接受。Yeah， 阮听 Beatles 听真侪。那这样子哈，你能不能讲一下说你这次为什么想要捐出去哈？这些东西你的宝贝没？宝贝，宝贝嘿、嗯。那你为什么要捐出去？阿里贝想要捐给哪一个那个音乐？因为我看家己，我年纪不小啊。啊，我有问囡仔讲，你家你阿爸要提伊无？伊讲，因无迄个趣味。啊，所以我就想讲，安那无要安怎无趣味，讲要收集啦。啊，所以我就想讲，那无法度，我就爱找人呢，找人看。头下我去哈利路有一间，迄个专门收点卖迄个黑胶唱片的。啊，我去问迄个头家，我讲我有一日我退休，我过准备搬出去，你要来看？伊讲袂。伊要来看人卖，伊要装搬去啦。所以至少我嘛感觉讲，有一个可能讲会当解决这个代志。总是另外一面想开，伊跟我年岁差不多济，所以我嘛唔知影伊是唔是要介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我问来问去，一个朋友内底，我有一个台湾人啊，即嘛迄啰。大学毕业，这么的有事来做医生哦。啊，足爱音乐，啊，我足听这个音啊。我看我将来才种好了，好不？伊欢喜啊，讲好啦。嘛，我想想讲，伊到个伊的 career 建立，讲一定点都会定居，开始一个久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嘿，也是无工作实际。啊，想要加入迄个图书馆。我从咧开始落去找，对 internet 落去找，找来找去，即马今仔日在音响真少人，即马愈来愈少对唱片啊，还是 CD 在听，尤其即马有 WiFi 一种 stream 来听，啊，你若讲有迄、那个迄、那个音乐的电台 ，Spotify 吼、哦，你就当你不管啥拢会当听啦。啊，所以在我去在图书馆，大家拢甲讲无趣味。要看下讲，你若要交付唱片，只有会当一位会当交付，就是美国国会的图书馆。总是因是讲因无你伊怎么收啦？我讲无哪安尼无可能啦。因为我买大部分拢是在美国大件公司出的唱片吼，啊，因那靠出唱片一定有嘛，所以我是不是当跟你介绍讲这个我的来源慢慢啦吼，啊，有一我一个真好的朋友 Chris Xu 吼，徐千让，你知影这个在电视门界，哎呀。啊！伊是爱听音乐，来我的音乐课。
啊，煞了，我们开讲。啊，有一摆来阮家开讲，啊，我这个 Chris 讲，我怎么没有头疼？我这证明就这吼。啊，我想要送人，这图书馆啊，无讲做爱，吼。啊，我嘛个报一间迄个音乐图书馆伫圣地亚哥遐，伊家己开车落去看，结果讲，看完先，因为即摆这图书馆那边空间吼，需要场地。迄、那个 space 呢无够，无可能啦，哎呀！啊，所以我咧讲，那要滴黑胶吼，对黑胶真正足 crazy 要滴诶人吼，世界干那两位呢，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台湾。因为日本人足少黑胶，我知影，啊，台湾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啊，所以 Chris 讲啊，我怎么？不登台湾吼，我给延长几日哩，伊也去日本，啊去台湾去问，啊去问去问，差不多一个月后登来吼，啊真正搞报告讲有几位有可能安尼啦，啊当然是头一个有反应就是这个科教图书馆，就是台南，那是属于台南市立图书馆内底吼，伊是有趣味，啊其他。有一个在宜兰，一个基督教的广播电台，哦，灵粮堂的广播电台，啊，伊那阵咱广播是要创，啊，第三个是一个，我嘛无想到讲，嘛是伫台南啦，有一个牧师，讲，卖三号伊赚大钱，海派也吓偌济，做偌济，讲伊也有趣味啦。不过，伊讲1980以前有出名啦，以后就无啦。安尼，我都无可能讲过拢种包去嘛。啊，拄仔伊甲我讲，我想想讲，可能考着图书馆吼，可能考音乐图书馆，可能考考着音乐图书馆是旧年就才开始的啊。啊，开始比较的较新，啊，伊开始一寡音乐活动。啊，这个差不多，差不多两三礼拜后，科教图书馆有寄一个 text 来给 Chris。啊 ，Chris 将迄个 text 给我啦。我看着讲，我唔敢信，头一个吼，伊讲我若寄回去吼，伊要全部接受，啊，伊要负担所有运费。啊，我卖个托，我存钱。哦，啊，我那是迄落，那拢总很好势，将来伊要开一个，敢若开幕典礼吼，啊，要请阮登去。我听了这话，我也无想到讲，这是比我的理想更加悬啊，更加好。啊，所以迄个时阵开始叫拜托 Chris， 跟那边的人上去交接啦。啊，我是无要干涉，我是讲那个委托 Chris 从，我从来没好从，我无。啊，就是讲啊尾啊，差不多过差不多一个月后，伊迄个 agreement。那个同意书的 draft 寄来我，啊，就照安尼写。啊，伊阁讲看你，我都爱甲讲几张啦。我上头我唔知确定几张，因为我刚才四个月办签文，我才算来讲，我黑胶有差不多5000张，啊，迄个 CD 才10000张，啊，其实袂遐济啦。佮尾啊，真正算了了，才讲袂，才知影。啊。伊迄个同意书顶关我还写 number， 所以讲我即卖袂当。总是伊甲我讲，我若签了了，对迄个 moment 去完全主管拢因个，我袂当干涉。That's okay， 因为我无想要讲干涉。总是我是有迄个意思，讲台湾迄边若要经理若有 question， 我 open， 我会当甲 answer 啦。啊！伊个讲，这个收藏的名要安怎做？
啊，受伤是安怎？所以阮两个甲要求一项，就是讲这个受伤的名用阮两个的名。哦，伊是信会，我是思雅。啊，我过去写足侪音乐，我们常拢用信雅，从呀。啊，所以我是跟那个要求讲，我要信雅。迄、那个古典音乐收藏，安吉拉就讲 OK 了。啊，到这你有要补充？你有什么 question？ 哦，对啊，所以预计什么时候？听说你现在还在整理当中， 而且还要准备一些什么海关啊，什么也在说一说。这就是过落去的问题了。来，让我整理好。啊，我就是哈。你讲。嘿，你让整理好啊。我想问。那个安尼原则上解决，哦，啊，要签这个同意书，我都要有 number。啊，比尔这个 Chris 去问两个无相关 source， 哦，一个是进出口商的经理的人，啊，然后一个是伊的迄个 niece 外甥是吧？因为是在做进出口，因两个问来，答案拢相款。讲你那海关，你那无甲讲内底有啥，你即马几百箱去吼，伊一定甲你同时间来慢慢来想看啊。所以你机会都要安尼从啊。迄个时候我惊着，我即个代志哪有可能？我都几万张呢，啊，比啊即个。两边做博士来阮兜，迄阵六点嘛，咱斗阵讲的吼。伊讲伊也捌一个人，啊，伊要替我问，啊，敲电话问来吼，搞回来相关答案。伊讲这个是这个国际上吼，在录音工会拢总有一个国际上的同意，伊有一个条例，不予所有这参加。诶，会员诶，国家诶，海关，你绝对爱看，袂使内底有黑杂办，因为着安尼。啊，所以我想想讲，那安尼为着要省时间，我只有都要想办法了。所以，我一阵我想讲，偷渡啊，不要闹钟。啊，我开始去 internet 去找了。啊，我去找到一个。我才找几落个啦，其中我好跟着一个袂歹，一个软体吼 ，software， 叫做 Readware，Reader，R-E-A-D-E-R-W-A-R-E， 吼，那是私人开的。啊，这个 Readware 你那个爱买啦，唔是讲 free 啊，你那个买来了后，伊甲你重吼，伊会当读迄个唱片顶端的 barcode。barcode 就是即落那录音工也是 UPC code 咯吼，读落了伊个软体会去各种无相关所在找，啊找来。我想想啦，安尼就我几万张个 CD 就会解决来了吼。啊，所以我想想来讲，那安尼，我当时也要和台湾那边有好处。所以我在收集入来，我这个软体，我袂当叫台湾去买这个软体。所以我特别，我甲迄个软体的迄个头家，我甲伊通 email， 我讲这个软体提出来这个 file， 我是不是会当甲 convert 变做 Excel file， 就变做 spreadsheet。啊，伊讲啊，足简单嘞！你伊在用 comma， 还是讲用 space 做 delimiter， 就会当做。所以我头个 download 一个 freebie， 啊，我开始试看卖，我会使嘞。啊，所以我感觉我那安尼吼，我所有这资料拢个藏伫 Excel， 迄个 spreadsheet， 我会当寄去和台湾的图书馆。因要开始做，唔免讲对头做，伊对迄会当摕去用。啊，同时那唱片，伊这个马克就是1900，差不多是1982左右开始的啦吼。是。我帮你用。
创好啊，创、yeah, okay. 好。从1982开始。呀、yeah, ，差不多82、83那种开始的啦。啊，总是你那开始以前伊无做，以后诶 CD 有做了。啊，唱片大部分到迄个时阵拢点去啊，黑胶拢无了，黑胶拢无了。所以我就想讲，这个 Chris 哈，对伊的迄个进出口会搞建议讲，你爱 UPC 的 number， 爱唱片的 number， 爱唱片的 title， 爱唱片的 artist， 哦，啊个，一种唱片。唱片本身，所以伊都爱在治疗会。我想讲，我若对我这个 reader 我也提出来 information 不够济吼。我可能经济几行，我给你设计一个 website， 我唔就我买迄个 spreadsheet， 总个经济几行都好。所以我开始去了一赛了。所以我就呢，本来迄种我在找工，看有啥物人要拍字。请人来拜托人拍字，就呢放迄个唱片，因为唱片是大部分迄个意境啊。没有一个讲伊不做，我讲我那我哭了，看他伊讲伊不用这个真的，伊多少无啥迄个袂当人做。不过伊知影音乐，所以看唱片知影这是啥，要对对提较知了。所以我原在设计迄个 form。啊，我有一台旧的迄落，是迄落，迄落 laptop 底下吼，啊，就呢用迄设计，啊，就呢开始好用。啊，我唱片，你都知讲，阮两个这个腰拢不手术过，所以我唱片迄落规箱搬袂行，所以我一边拢去后壁扛，用一只车无得将。放差不多20-30袋啊，放的吼，啊搬来遮，煞一桶啊一桶，爱就一张安尼从。啊，我们在我们爱用偌久啊？我开始是5月初啦，5月初开始从。啊，我想讲啊，个那呢，我热天吼，我敢那有2礼拜要去东部找伊啦，所以剩的时间拢来做。所以，我两个都开始5月初开始都再续起来。就一做，我做，我就我用遐做啊。那嘛，小可敢那上班呐？呀，一人坐就无样咧。啊，我是发现到讲，我做迄个巴克的问题吼，我直接小讲了。因巴克是生理人，总会 information 藏起去，所以迄个出来错误有够多，所以因唔办嘛。啊，因有当时啊，跟那贝多芬，有当时啊，藏在迄个 title， 有当时啊，藏在 artist。哦，因为迄个巴克有，他有那个 number。本来对巴克的一类找迄个 database 嘛。啊，这样对你们就很就不方便啊，对不？所以你还要自己再。呀、啊，所以我特丢出来，我拢爱啊顺来拢爱改，所以我是敢那无讲正经。啊，结果我那呢慢慢啊，做。结果本来我甲台南讲，我差不多9月左右会煞，啊，尾仔我就来开始讲，感觉会使，我大概9月以前会煞，啊，我结果是8月初就煞，拢总煞。所以你即马已经拢做了。你全部怎样？全部做完。啊，你差不多几张嘞？总共吼，差不多17,700，17,700。隆重，啊 ，CD 差不多4,350，不是 CD， 迄落唱片，黑胶唱片，4,350，啊，我 CD 有6,350了。我本来想较侪，就是讲我有一挂音乐吼，即嘛唔是，我唔是头版嘞，我是真正立钱去甲买 stream 落来。啊！我为着要放喺车底会当听，所以我甲卡袂去 CD。我想讲，遮差不多一两千 CD 我会当开咧。啊，尾啊海关这个问题我袂使，我袂当用，所以遮我拢无开。现在连
了1000多张可以留给台湾会馆。是啊，是啊，啊，所以结果我嘛出到6000几张呢，是吧？所以我这个最后那么寄回，啊，我才开始要办公要安怎创？啊，这个像他 Chris 所有的海，这个海关迄个 broker。伊是讲，伊无法度通来阮兜摕去，摕到伊的迄落迄落 warehouse， 伊伫迄个港口边有一个 warehouse。啊，所以我就开始找啊，要啊找迄个运搬的人，啊，就即落伊迄落 website 来看，啊 ，Chris 就甲我讲，看世界日报啊，猛看。啊，当然，《世界日报》有人讲我来3000几块呢。不过我也袂信嘞，我无讲足紧讲安尼做啊。我这款物件真正运搬去到台湾，你都真正会晓拍起人才使。所以我去找迄、那、落、個、找几个，我实在是找唔到5个6个。迄个 moving company 吼、哦，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干那 local。啊，其中有3个人3位有来看，哦，啊，上头来看，三四伊无来看啦。上头迄个是，伊是用这个名，不过伊个 back 是 Adler，Adler 哈 ，Adler 已经嘛是大间中国的公司了，啊，伊对电话。电话伊甲伊讲，讲阮有啥物物件，啥物啊？大约话搞结账，迄落 estimate 来3650块，对价啊，我们上街迄、那个。我是知影讲台湾这个全部运送预算是2000块呢，我阿来袂使吓。啊，我尾仔找到这個另外一个。Beacons， 你知影大经嘛？啊，迄、那个人还足好啦！啊，伊甲我讲拜中岛来啊，中岛我当日食饭时来嘛。啊，我从开始从咧出去看，啊，可能我无完全准备好，啊，伊也无心理无准备啊，啥去看，看倒来，伊甲我估计讲1000块啦，我就足少个咧。啊、我先看，我真正详细落去看，伊个估计是75箱啦。啊，我知影讲，我那一定是超过100箱啦。啊，我惊讲到时来哦，你搬的时，甲你讲，伊无甲你讲遐侪箱啊，甲你花咧。所以我唔干那个好一点，讲少得咧。啊，另外一个是。可能是比较的较新的公司，落伫 Pasadena 吼，啊，足亲切嘞，啊来，啊，真正讲做爱 business 啊，专门特为说在行吼，啊伊甲我讲啊讲伊个人来吼，伊若行入来要开始做，一下几点叫我签名，啊就开始做煞，放个 truck。要走的时候，我签名，就讲确定几点钟吼。啊，伊即马开车去个仓库，啊仓库，伊download了过签，所以伊拢总算来讲，那 packing 差不多3点钟 ，unpack 差不多2点钟，啊，伫路的差不多可能1点钟至2点钟。不过伊讲 California 的路是 moving 爱 double。不，安尼一算算咧，嘛是差不多1000块、1200块咧。啊，所以我甲 Chris 讲，我有这个价，所以 Chris 去甲台湾讲啦，呀。啊，可能就是讲，伊 Chris 上头交涉迄个进出口的 broker 是专门在换迄个足大个生意人个大个 case 啦。啊，即可能对伊讲是足小个 case， 所以。可能讲了袂好势，所以 Chris 决定讲，伊就来爱换，所以叫台湾去找看有啥物人安尼啦。
啊，这个时阵，当时我有联络这个科比邓惠良先生吼，迄、那个孙天堂。你要知影，这个物件要送回台湾来，我是第一，伊是第一个，所以我甲问啦，讲你用多少块？伊讲，伊是甲台湾讲吼，是台湾的机关总包啦，来遮创的，啊，所以伊讲这我私人的，可能台湾无安尼做，无但我家己私人，所以无讲遐足侪啦。啊，所以这个时阵 ，Chris 甲台湾。这个台南图书馆的人讲安尼，所以伊要开始找，所以 everything put on hold， 到即马也得 hold， 即马也得等呀。啊，这个中间吼，头一个迄个 mover， 迄个 Atlas 迄间吼，伊个 mover 的名是足古早，叫做 Gentle Giant Moving Company， 因大概这。大声，莫个，家己慢慢啊，家己看。啊，人足好啦，啊，打电话甲伊讲，啊，伊甲讲，这是我要奉献的啥？伊讲啊，我前下讲三千六岁吼，前下可能家己过过了，过过了过头。所以伊尾啊，佫派一个人来，啊，真正我才知影，我这个人真正有 everything，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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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迄原来就有偌济一个牛啥？所以我才会伊真正是内行，真正来做。啊，伊拢总扭煞了，伊甲我估计起来，伊估计起来是2000块啦。不过伊是估计视频十点钟，嘛，迄个 pack 甲 unpack 啦。啊，伊个顶管上唔是讲2000块我拢好，伊讲伊来用几点钟，甲咱车就几点钟尔啦。所以我現在想到回來跟我在說第二間他跟我說五點鐘穿一口穿一口那十點鐘減下來沒說差那麼多啦、啊、Besides 他們的 moving 有那個大間公司 Outer 在 backup 所以我現在是當然我們也沒決定了所以我所有在各界人，我拢甲下配讲，我即马台湾即部落个话，我都爱等啊。啊，我都等到有，我才会当甲你回配。啊，所以大家拢了解讲 wait 啦。所以我所有的是，伫即个 status 啊。我即马原来肯没，我也不使点当，因为伊来看过啊嘛。哦，安尼哦。啊，稍等下，我来找你去看。啊、所以，今嘛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是台湾，就是看他们要怎么包这个中间，从也许 package， 所以像是这样子，从这里到 warehouse 一个钱 ，warehouse shipping 到台湾一个钱。这是原来这个想法，不过台湾嘛是有可能，那是台南市。啊、所以台南市政府伊要甲你包全包吗？伊是讲，伊是讲伊袂去联络，因为我都通全包，我头啊几个月都免啦，就伊来从。就连这个，应该是说，只要把它续平到 warehouse， warehouse 一直到那边都是他们出嘛， yeah. 是不是这样子？ Yeah. 还是续平他这边的续平他也出？ Yeah. 因为伊原来搞 propose 就是讲续平伊要包嘛。啊、可是他当初只给你们2000块，啊，这不搞，因为你还要送那个船印嘛，所以他是说，船印嘛就古元，他是说重新计划，又买了下来，说重新计划要向上书，请问一下，现在是黄伟哲在走，啊，他们会比较重视啊，黄伟哲啊，他是台南市的，对啊，黄伟哲在走，黄伟哲是市长先，是市长啊，他会比较重视。哦，呀。呀，民进党是台南市迄个市立图书馆哈，我落去查了，即马市立图书馆有69间，迄落，唔是干那普通干那 library 呢？知道他的来到艺术啊，即个音乐是启动起来，啊，迄个市立图书馆馆长洪姓洪哈，洪馆长是嘛是来了，伊跟他伊就有出面了啊！伊刚好来这边看过，无了，
我刚才同意。这次把它拍片，把它拍完，你可以把这个给他看吗？可能 Chris 要去台湾已经有翕过电话。对啊，因为我们这个照弄完了以后，你可以去他们。Yeah. 我收的收集的，那个 Excel 我放完，拢都寄去啊。寄去啊。已经给他们了。已经给他们了。Yeah. Okay, 好。那像他这个，就是说收，就是之外，他其实黑胶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音响嘛。对吧 yeah, 然后还有就是你包括你 yeah, 因为他们小孩也可以他们答应对吧对吧答应讲有一楼是吼要设迄个一间一间细间的音响室啊用好的音响大概用耳机去听啦伊是有设计呢啊伊讲 CD 那有会当收藏那袂当伊要互人互人借出去听啦。还是讲我唔知，那介第一个手，伊那讲拢过头，伊要卖掉会做客了。我想他们不会卖，可是保养很重要。你们的收藏，通常你们是怎么收藏？你弄安尼黑尔。啊，伊讲伊即马说过听 ，Chris 甲我讲是讲，因两个楼了，即个三楼跟四楼这么 open， 伊讲四楼可能要更收藏，三楼要互人听。这是我。对靠头听的啦，啊，真正我是唔知道。你那个叶夫人，你也是在跟我们讲哦。你觉得，你知道吗？因为当你们收藏了那么久，然后所托是怕所托非人嘛，哈。嗯。啊，今麦有一个这样这么好的归宿呢，哈。这些你的心爱宝贝有这么归宿，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呀，过去我两个捌讲，这人会当上台湾。吼，影响第二代人吼，会晓爱要音乐吼，这是上好的迄、那个上好的代志。啊，阮刚才在讲吼，啊，总是唔捌真正在行动。啊，即摆是，这 Chris 真好，伊替阮忙啊后所在，肯讲要爱吼，我感觉这是上好的归宿，就敢若你嫁查某囝，嫁一个足好的人安尼。所以很欢喜哈，很欢喜，那也希望赶快成型嘛。你也在讲这点吗？对对对。呀，我是感觉讲，你多少咱活在这个世间，你若活到通讲，你的命会当留落最好。嘛，讲唔是讲大家人都拢做会到，啊，这个对我讲起来是真 unusual 的一个机会了，呀。啊，阮去到七月去看阮囝个孙啦，啊，因拢足正常足 support。啊，阮迄个一个孙吼，伊即马拄啊入去大学，伊讲伊那从好势，伊要想办法要拼去台湾要去看，安尼啦，啊。呀，啊，国比赛时，我个囝仔吼，拢有想讲，这代志当先吼，伊拢要请。对公司要请假，工作要请假，啊，要甲阮登记。那伊讲那要个啥？不过这个时就是唔知啊。普通照 Chris 讲是迄个运输对洛杉矶到台湾吼，啊三礼拜，大概是安尼啦，海运啦。啊，你伊摕到，我只爱手术的时间摕到了，过偌久唔知啊。那个明年吼，我们不要跟选举扯上来，但是我们是想说明年的话是2020年，希望说你们可不可以讲说我们很希望2020年是一个新的，又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世纪。你们先收藏，你们收藏了几十年，收藏了有没有五十年？差不多五十年。我收藏了这五十年，我希望明年2020年的时候能够在台南，然后全就是给这些人。因为这个是你收藏了多少年哈？你希望在什么时候？希望能够美梦成真，赶快成型。这个时间关系不要太控制嘛，还是主要是看伊安怎啊。啊，当然我知影讲台湾哪个年底是为着选举，大概就不用了啊。所以就是讲，所以你们讲这个竞争呢，诶，有一个解决这个段落吼，是较好啦。我是感觉是安尼啦。所以你收集了五十年，希不希望明年2020年的时候就美梦成真？呀，唔梦想咧，呀，啊，我这是足难得的机会啦。我 personal， 我用
这个顺天顺天美术馆是用一个公家的哦，啊，即马第三个《太平洋时报》的所有的资料也是要上登台湾哦，所以我是用私人的立场从啊，这讲起来，我是感觉讲咱来美国的台湾人，还阁心肝还阁伫咱的故乡啊，唔盲讲安尼，有法度通互迄落故乡的人做。啊，我另外一边，我是还阁继续在看 Facebook 啦吼。啊 ，Facebook 有当时啊，拢有一挂拢讲的伫遐啦，不啦。啊，见我台湾有摕到几个 website 吼，一个迄落 Facebook 的 site 是一个人是，唔知一个几个人是足好啦。音乐史上的今天，迄个 site 吼。啊，一礼拜拢出来几落摆，啊，拢少年呢。啊，对迄个古典音乐来就是讲足多啊，我感觉足敬佩啦。啊，另外一个赛就是小提琴家曾宇倩一个人的赛，啊，伊去到伊个人安怎拢有写出来。啊，即卖即个考究图书馆，我讲呢，我想要看 website 啦，因无迄个 formal website。因为 formal website 是伫 Facebook， 啊，伫个 Facebook 内底看，我因活动足济，无一定干那固定伊各方面啊，佮有一个礼堂，有人会伫遐表演，啊，佮因讲有一只琴伫个图书馆，那有人爱去琴，会当去去去。啊，但老，迄个少年囡仔，少年囡仔，所以我是感觉讲台湾的少年呢，即马，迄个是。对时间讲起来已经mature，伊有法度通开放心接受无相款的音乐。甲阮迄阵无相，阮伫台湾的时，根本就无可能嘛。吓，连歌剧，干那一摆台湾家己做，啊，大家看啊欢喜个。啊，你即马来，就无相啊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啊，我 comment 吼。comment。我从这个消息有甲几个好的朋友分享，哦，啊，当然我明白讲，有的人有影下欢喜啊，讲我这足好，你我都通将你的迄个分享啊。啊，有人讲我你了好就这个人，啊，有人讲我这吼，即马干那几千电话，你我都通替我找人。我讲我会当问啦，这讲歹讲，啊有人讲我要写这个历史吼是 ridiculous， 这款才是个你要求，难怪我是想等你啥？哦，你自己做最。哎呀，我的心是，我这数字吼，我是不爱看讲 end up 的粪扫桶，迄内底有没有足侪宝贝？所以我是感觉讲，阮做阮的代志，啊，我感觉讲，阮做这个代志，对阮的人生足有意义。这是阮的看法的。Yeah. Actually， 阮拄开始的时在想讲，爱请迄个高中学生吼来教阮打拍子，结果拢是阮两家己拍出来。用伊倒一手安尼，一支拍出来。Yeah， 倒假手，像假手呢，我倒手拍起来。像这种，所以我安尼拍，我坐八点钟，甲我敢那在练琴相关。有啦，有朋友 offer 讲要 help 啦，啊，我差不多看迄个朋友跌倒，就一走起来呀。安尼，我决定要家己做。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是，你若要讲天作之合吼。可能这是热的，不是讲人会结婚。唔盲讲这个会成啦，当然即马也未 finalize。啊，我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我无相信台湾讲啊不为着这。台南市有甲阮写 email， 因即马等在拍拼吼。啊，所以讲啊，台湾的手续慢啦，乱讲你。你敢知影孙天堂甲上头发表甲迄个图出去，迄
期间多久？一年啊。没有，差不多嘛。嗯。伊个把啊，我这个这个。也是真的已经亲自下来。呀，伊光做做做做番伊呀，伊搞下，我伫问伊啊，伊搞讲邓惠龙，伊讲嘛为着迄郑台湾。还跟他，他里面还中间有些官僚体系。哦呀。他的个性又很直，所以中间里面来来去去蛮。呀。嗯。所以是讲，我想我这简单呢，不来见我对人讲，我才拢耍，哎呀，啊，干那出来摆设摆的设计。叶医师，你要跟我们讲到，哦，这怎么这么多啊？然后这有哪些是你？最真爱的，我跟你讲，我开始收集个别啊吼，来美国了，就是讲，你要想爱买啥，你就有得买了。所以我愈来愈迄个愈贪心，所以我拢尽量那有法度通收集全集啊吼，我拢尽量从啦。好比说，这个对家讲，这个是阿拉哦，这个。这个片呢是收集舒曼的曲隆重，啊，这个是费舍尔迪斯科最出名的男中音吼，唱舒曼的歌曲，艺术歌曲全部隆重落在家。啊，这是另外一个片呢是舒曼的索纳达全集，啊，加上舒曼的辛普尼全集，这有两部吼，啊，这舒莫扎的弦乐四重奏。这个莫扎的 piano concerto， 莫扎的 symphony， 啊，个是马拉 symphony， 隆重，吓，所以我隔壁人有法度他们收，啊，你直接遐看到一挂这个时候，即马已经分了，这是从个时叫算的，本来这个数字是要录迄个巴哈的 cantata 全集吼。啊，伊个计划是讲十年至十五年要拿出来了。啊，我买到一半，我就不要点球了。啊，不过已经有一挂了。啊，你老公都是非常贵，因为几乎没有人现在有这么完整的收集呢，吼。完整是袂当讲完整了，因为古典音乐太多了，呀。不过我那真正喜欢的 music， 我都。卡最头我都睇，呀！你刚才讲，我即马甲你讲，我捌着伊个经验 ，OK？ 迄是我去 OMC 合唱团，头一摆人家叫我起火，我看到迄大团长好啊，啊，我再开始唱，我那时是唱 Haydn 的 Creation 创造，啊，听出来讲，吼，我音阶遐水，啊，尾后就是。在这个海伦，我唱 creation 的时候，我捌着我太太了，啦。所以对我讲起来印象最深。所以我 creation， 你若讲黑胶甲 CD 合起来的话，我至少有十套以上，无相关原唱啊。啊，我有当时听这个互相讨论讲，呀，看你喜欢这個，还是这个，还是讲都这个。我是感觉讲对这个有增加我的对音乐的了解啦。叶教授，所以这些有这么多不同的家名家，可是他们演奏的也许是同的，所以这是可以帮助台湾的音乐家呢，对不对？因为台湾音乐通过的你收集的这些，他可以做他更好的诠释。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所以你希不希望以后很多台湾的这些音乐？我是。一路希望这会当，和迄个台湾真正对音乐有的研究的人有帮助啦，哎呀，唔是讲干那收集了，所以因为无相款人，你干那讲贝多芬symphony全集，我们就对，我们是过了破的，啊，有人讲这个较好，有人讲迄个较好 ，but again。每一个人有不相关的那个。所以台湾的孩子们，音乐学音乐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你收集的
他们可以找出他们不同的诠释方法，或者是融合更好的优点。啊，我开始嘞，我跟你讲，我退休以后哈，我阵在菲律宾教我，啊，我去上教会，啊，教会迄、那个。迄、那个布罗顿顶管写讲，因有一个迄个老人 senior center， 讲需要人 volunteer 去教啦。啊，所以我就等下我就各种就打电话去。啊，伊甲我讲，看你也要从啥？我讲我是医生，我 computer 淡薄仔啊。伊甲我讲你唔免啦。啊，我都要确定讲你晓得呢。我拄好有一个音乐欣赏诶老师拄好 quit。你也当来做，我好啊！这个同样是因为是一个 chance 啊，就你接了就你开始做啊，开始做了，我才跟你知影讲，我素材也无够，所以我搁开始搁我买一挂书，看一挂书，搁慢慢啊看啊，搁再我开始，唔是讲干呐，搁再咱爱听什么音乐听，我尽量对现代愈来愈现代我也听。古代巴赫以前，我继续听，所以呢，安尼来，我有法度通讲总归各方面呢。啊，当然，我跟你讲，我拄开始的是干呐声乐甲钢琴，到尾啊，我什么拢听了啊。啊，就感觉讲，你若一旦开始这个现代音乐吼，不然遐尼不容易听。你若渐渐啊，你落去哦，当然伊是迄、那个。古早迄个古典的规则哪破哪破，总是唔是讲完全无道理的。所以我即马现代音乐，我嘛照常会当听啊。安尼，所以我收集来的也有一挂现代音乐，嗯，所以就是安尼。哦，我只要想到说我要一个贝多芬什么交响曲，我来听听这个名家怎么演奏。那个名家怎么演奏？哎，那个对那些音乐的孩子们，哎呀，还实在有够好的呢。对啊，足好的。呀，我读迄个英国的迄个唱片杂志，叫做 Gramophone， 我已经读迄特级读，可能读差不多六十年哦，有啊，六十年。啊，因吼足仔细，伊别个你批评讲这个曲吼，讲迄个你唱片几分钟几分钟。第几节有安怎怎伊甲你讲出来，所以伫遮有一挂我感觉讲有个人想讲伊家己是音乐评论家，那我袂写，伊唔敢讲真正讲出来。啊，我是感觉讲这些可以让他们有更严台湾的音乐人才有更严谨的态度。冇，唔是讲那偏见啦，实是迄个无听够深，就家己要断。个人自称是大师了，啊，我感觉对，哎，唔是干那台湾人，国在我伫费城，费城在写迄个音乐评论，迄个我嘛就看过去，啊，一来听音乐会，提破来看，来对，所以在这边来讲，啊，你洛杉矶这个，洛杉矶菜这个嘛是唔是讲外好，这个拢爱讲一挂。微博，我是干嘛讲音乐评论家跟音乐报道，无相款。reporter 跟 critics 无相款。是。reporter 是你有从什么代志？你这个音乐对对来，什么人安怎？迄是好个代志嘛？哎呀，啊，你真正评论家，你要真正落去，哎呀。一定要有一个学业。啊，我即马是愈来愈挑，我较会当真正看。是迄个《New York Times》，上好托马斯尼，我迄个人足好，迄个人也出来，爱热情啊，伊真正写真搞笑。啊，过另外英国是迄个《Financial Times》，当然我一寡迄个 review 足好个，《Financial Times》报纸嘛。啊，较早《Financial Times》卖啥物足少，我就咧定下来看。啊，我感觉我伊内底用写了袂歹啦。啊，当然其他即卖有迄落 internet， 所以其他要看较简单啦。走，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啊，这是我呢，你甲我总归你甲我问一下，讲为什么我迄个？嗯。你我买单，讲我是有这个 craziness。
真正你若爱，当然你若真正爱的人，有人过了万张啊。我捌看到一个人讲伊杀万张，伊到尾啊，将你过杀万张拢卖互唱片公司啊，安尼。啊，古早我伫佛罗里达片捌拄着一个人吼，伊将所有 RCA 公司出的唱片，逐张拢卖。哎、欸，我落去看，这啊，伊个年会变较侪。我讲，你这后摆你要创啥？讲不出来，啊，不，这都是人的趣味了。你若敢若收集邮票啦，还是讲收集其他的物件啊？啊，那真侪查某人是收集宝，迄、那个 jewelry， 所以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迄个不相。啊、音乐其实永恒的，尤其是音乐，所以可以留你等于是留给台湾的孩子。我讲我听到好的音乐时，我讲我操作者。啊，我即马在那听，我即马会当拍开个讲，我伫迄、那个伫 internet 出着一个歌剧的电台吼，会当 stream 落来，伊常常拢放迄落，你拢唔捌听到现代。啊，有时候听了足好足好。啊，有的甚至迄个真熟悉的音乐嘛，是做了就歹，所以我结晶可能是你会做多在工作了，你介绍一下，因为他刚才不在。我讲这个是迄、那、落、個，迄、那、落、個、大都会歌剧院吼，到今麦也够，每一个礼拜六下午拢有全美国转播，可能别的国家也有啦。啊！伊即个是用较早1944年转播的迄个录音切做 CD。嗯嗯。啊！以前我有甲订迄个长期迄个 season ticket。嗯嗯。所以可能一上来我来换了。我说这是 Metropolitan。没有 Metropolitan Opera。整个剧院的。啊！即、這个是瓦格纳迄个有四出歌剧吼，是有影。你若要看四出来怎看啦？啊，细看对头，到尾差不多十五点钟。所以这内底你讲有，这内底第一出呢，这第二集呢，啊，啊，我那细说我拢看过啊。你那边介绍。而且那 Brooklyn 是吼，我想讲足特别的啊，真，你那真正爱人足爱人。啊，其中人来讲到这个人吼，克里比达吉吼，这个人是西贡怪才。啊！伊有家己伊个专门，真正内行的人，拢感觉讲克里米达克是即个 Brooklyn one of the best。我个最近对迄个格伦凤杂志，伊个侪人过下伊嘛，啊！啊！伊是迄个二次大战的时阵，你知影，即满美国是 Berlin Fall 吼 ，Berlin 爱乐是会当成功 number one。对。啊！二次大战呢是柏林菲尔迄个头，是 Furtwängler， 伊是伫希特勒下骹做音乐总监啦，所以一次大战煞伊向杀出来，啊！临时要找无人，就叫伊来啦。啊！伊来几年，都迄个可能因为政治的关系，伊家己有家己一个片，所以伊无讲多偌久。马过迄几年，伊就柏林爱乐吼，做来做好。啊，尾仔伊再走去迄个 Munich 爱乐，都是冠军这唱片。啊，伊是伊有影讲，我捌看伊在练习诶迄个录音吼。啊，有影讲，特困难的真正你爱叫迄个安尼爱出来，哦。就是他的戏很细腻。Yeah. 而细腻，他也有他特别的处理方法。哦呀，啊，我说干嘛讲做起来指挥吼，真正好的指挥，最主要是你也要听啦，听还好。不过你要指挥以前，你要准备个讲我爱什么声出来，不是讲背起来就来叫来尊重 metronome 在打拍子。指挥不要简单了呀！啊，当年大概进来，我虽然来是嘛是嘛是这个，我的教会嘛不做指挥，我就输个。因为他在乡嘿，我是歌剧拢对 A、B、C 摆落来了，啊摆个遐摆无过来就来家了，
啊，这我跟他作对，你刚才对我来讲，这一套十五点钟，你啊四个晚上连续听，啊，一挂人听听啊，跟他讲等你无听袂使。较早有一个 New York 一个眼科医生著名的吼，叫 Sloan， 伊听伊一世人听八十一摆，哇！啊，到尾过身，不，这就是讲我跟他的迄个，伊有迄个 convince， 迄个音乐会给你 convince 你，安尼。像我这命吼。我来讲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你再说一次，你讲这个 ring， 你有？这拢总想起来。你再讲一次，你的 ring 有偌济套啊？惊死人！你来讲一下，你 ring 有偌济套？我这么来省差不多十几套啦。这拢是 ring 嘛，哈？呀，这拢 ring。这叫做魔戒吗？还是什么？也就是尼泊人的指环了。啊，尼泊人的指环。啊、yeah. ，就你就已经收集了。呀、yeah, ，啊，来这，也就跟他传奇北欧传奇的故事一个个倒倒起来。啊，就跟他讲，人到尾啊，讲起来就人啊贪心，到尾啊，搁较大，到尾啊也是落去了。歌剧了，这是男 opera， 不是歌剧。我大约对 ABC 有迄个作家 ABC。所以这是多半是对巴开始的，啊，接落就是贝多芬，呀，爱康，呀，啊，布拉姆斯，啊，德沃夏克啦，啊，肖邦就到的，肖邦也是，呀，所以用黑白，但因为安尼，我那想要听下，对对听了，不，因为我本来已经十几年啊，无讲电来去的啊。您知影讲，我伫音乐课有办这个。OK。迄啰，每年新年，拢对维也纳有做迄啰音乐会。啊，大家听啊，因为主人可能你有听过。啊，这个指挥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个指挥，我说 Carlos Kleiber。Kleiber， 因爸爸是因为很有名的指挥，跟迄个托斯卡尼尼差不多同款时代著名的。啊，伊因为不爱 Hitler， 所以德国人呢就搬去阿根廷啦。去阿根廷啊？去阿根廷。啊，底下因老爸不爱学音乐。啊！甲强迫伊去学化学，哎，化学他学了，感觉对音乐有趣味咧。啊，所以家己我转来，因老爸一摆气个讲 ，one Kleiber is enough， 讲我安尼啦。嘛，我尾仔知影我伊个天才，啊，有影就能办好去。啊，伊是生平无乱演奏，伊家己感觉讲我准备有够，伊才要走。所以一生真正有录音无多啦。啊，你看指挥，你就知影讲迄个，伊个做法，你这是哦，就是例外。普通伊迄个伊也袂放翕，啊袂放录音，啊这是把somehow人家讲的讲。一百，伊从你去维也纳 New Year's Day， 去聚会，你啊，足不爱放录音的人，这个知影，我全世界大家拢来看，总要留下来，哈，对不对？嗯。哇，那种我看到这样，欢喜起来。那看几摆？我看本人看两摆。哦。本人指挥，是吧？对，大都会。你看一下指挥，看一下 control。
这条是加速，慢慢的加速。